对。同学们，这题很重要哦，会考哦。同学们，这边注意听哦，不然后面不会算哦。同学们，这样就解出来了，这根本就是送分题嘛。这题分数就送给你吧。来哟，大家跟我念一遍哦。辣辣。闹闹，怎么辣？热热热。对对对。辣。谁会这样念？这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历史上有名的爱情故事。老师，我每次想到都好想哭。不可以好好上课、上课上的心好累。